哥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志堂再加上了洪佩瑜的舞伴，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天气越来越热，我忍不住。昨天我又吃了一只冰旋风。Oh, 身边都是雷队友，等一下再吃。上台报告很紧张，连两天好吗？9543，一起来聊聊今天的偶戏三。嗯。在周末来临前，你有543想跟我们聊聊吗？02-2363-9955，23639955。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
分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这绝不放手，努力变成属于你的心，把你是全心底所有期待。安全妈妈的橘子汽水，嗨，你好。喂，你好。嗨，你是？是，我是新北树林的 Penny。Penny， 你有什么事想说呢？没有，我只是想要为我们台湾人加油。哦，对，因为这几天疫情比较严峻，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挺过去的哦。嘿，我们一定可以挺过去的哦。是啊。好的，保持快乐的心情，快乐的心情就是最好的免疫力。是的，对。然后每天听到马克跟玛丽的声音，就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健康。哇，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好的，好的。你是上班族吗？对，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大家加油。哦，好，好，做好防疫。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哎，刚刚佩妮打了进来，我以为他 call in 错电台。你说他那个声线吗？就是。对啊，我就是觉得会有种直觉，对，有直觉，没有想到他讲出马克玛丽，是我错，道歉道歉，对不起，周三告捷哦，对不起。昨天我看了一个迪闹推荐的新日剧，叫做喜剧开始，然后他还很新，就那种，就你打开这个日剧，一开始就是两个人开始讲漫才，然后说我得，然后就开始演起来。我说哎，喜剧开始哦，他是什么啊？后来发现的主角呢，就是一群人在讲，就是在当谐星啊，在讲漫才的人，然后遇到一个女生。哇，这个故事，哇，这个日剧好难讲哦，不讲了，不讲了。哎、欸，要解释这部日剧怎么这么难啊？怎么会啊？讲漫才遇到一个女生，然后嘞？他们是一群在讲漫才的三个人，所以前几集有交代这三个人他们怎么组合在一起的。然后他们会在一个家庭餐厅写本，然后这个女主角就是家庭餐厅的员工。那这个员工呢，就是他不知道他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应该是人生的低潮，所以他只是去家庭餐厅打工，然后发现了这一组在写漫才的人，然后意外的让他的人生开展了开来，突然就觉得又有目标了。那因为他们真的太不有名了，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搜寻他们到底是谁，因为我也没有去问说，哎，你们团名是什么？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认真点菜的人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个很细腻的情绪是，他就花了很多时间上各大的经纪公司找，没有这三个，没有这三个，没有这三个都没有。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个其实大部分是歌手的演艺公司旗下的支线啊，发现这三个人哦，原来他们叫马克白啊。找到那一瞬间，他可能花了比如说一个礼拜一个月，然后就是那个情绪就溃堤，就哭出来，就啊，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点而已。对对对对对，你的分享点在于。你也我看到他哭的那瞬间有点想哭哦，为什么哎？就是认真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就有时候你好像只是一个情绪的契机，你可能只是转移你生活中的注意力，然后发泄在其他事情上，然后这件事情有个据点，就啊这样顺势的流出来。那你最近怎么了？没有，我只是很突然很。你为什么能够感同身受？不知道哎，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奇怪，这部剧好奇怪哦。所以呢，当他去
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就是漫才发布会的时候，就坐在第一排，他心里就想说啊，不晓得他们看到我来看他们演出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毕竟平常我只是一个在家庭餐厅替他们点菜的一个服务生而已。没想到他去听了那一场，结束之后，这三个人就在台上说：“哦，不好意思，马克玛丽，我们。”下一次玩我们就要解散了、啊、他就很震惊这样、啊、所以事后他遇到这个男生当然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解散呢、啊、他就道出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然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瘟神哈、啊、比如说我喜欢的假如啦我喜欢的漫画下个月就会停止连载、啊、我喜欢的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爆出财务纠纷、啊、我进了这间公司之后股票大跌、啊、果不其然我离职之后股票又上涨了、啊、你看今天我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 I'm so lonely I'm Mr. Lonely out to all my players out there man you know that got that one good girl dog that's always been there man like took all the bullshit but then one day she can't take it no more and decide to leave yeah I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 noticed my girl wasn't by my side could have sworn I was dreaming for her I was fiending so I had to take a little ride Backtracking on these few year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do to make it go bad Cause ever since my girl left me My whole life came crashing And I'm so,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On my own, my own girl So lonely Mr. Lonely Let you walk right out of my life After all I put you through You still stuck around and stayed by my side What really hurt me is I broke your heart Baby, you were a good girl and I had no right I really wanna make things right Cause without you in my life, girl I'm so,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Mad a girl that could take the things that you've been through Never thought the day would come where you would get up and run And I would be out chasing you Cause ain't nowhere in the globe I'd rather be Ain't no one in the globe I'd rather see Than the girl of my dreams that made me be So happy but now so lonely So lonely3:28，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他是阿肯 ，Lonely。嗨，你好。喂，我听到吗？嘿，马克，玛丽好。你是谁呀？小胖，小胖。嗨。
分享这个上班五那个嘛，今天休假，那我就刚好分享一下我近期那个赚钱的一些心得。哦哦，你说矿工啊？除了矿工之外，有三种最近有接触，就是除了你显示卡的挖矿之外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最近流行，最近你知道市面上各大的高容量的那个硬碟都被抢光了，像18T、16T。最近很流行一个叫奇亚币的，奇亚币，奇亚币，对，哦，对，它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有点，就是你的电脑挂着像跑 BT 的那个程式，那你的容量就越多，它就是会占住你的那个占硬碟容量，那个硬碟空间。你知道有些大户是可能100T，就是它可能是18T，然后乘以10，跑15T阵列，反正它就有点像是大乐透。就是一个人包牌，跟你一个人去买一张，那他会一天他会随机给一个币，那一开始大家会觉得那个币没有价值，但我这样去查，就是好像上两个礼拜前那个币哦，现在一个可以卖到55,000。对，所以假如你是散户，你也可能中到一颗，那你就爽，就15,000直接拿去换。那大户的话，可能他就是每天都包牌，就很容易中，所以这个是最近。那个矿老板就是显示卡的，然后那个他们又同时去做那个就是跑硬碟，所以你电脑可以同时跑硬碟，又可以跑那个显示卡。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第二个是我想要讲就是那个虚拟货币。最近有去投资，就是稍微去花了一些这个。那我好奇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清点掉，就因为最近很多币出来，像前几年是柴犬币嘛，不知道有没有清点掉，有可以创一个清点币的，那个现在是真的可以出来，大家真的把钱搭下去，就支持马克玛丽，清点币之类的，对，但因为我觉得虚拟货币这个，最近有点有就是投资这块有涨，可是呢，我发现它很吃人的讲话，就是譬如说马斯克讲一句话。说，比如说，我们不支持用比特币买那个特斯拉，哇，马上直线暴跌。对，那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你讲，因为最近疫情关系，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点闲钱在这块的话，你可以稍微玩一下那个冲浪，因为它真的很像那个云霄飞车，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那你自己去抓那个波段的区间这样子。然后我最后想就是清点，看有没有真的可以创一个清点币的，因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做动物币都有了。那应该是创这个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子。好的，哎，以上我的分享，好，感谢小棒，拜拜，拜拜，拜。是变了样，告别安逸的日常，容许我的幸福想回家。想啊，两年前的马克信箱就已经有一集叫做 ICO 清币了。我不会驾区块链啊，我没有这种技术啊。有人会做区块链底层技术的话，欢迎跟我联系。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你看舒适的模样，甚至还能在手臂脸上完成遐想的浪荡，看看世界是不是变了样，告别安逸的日常，容许我的的安和，
里复杂什么都有 Recto Parmen 加上他与冷笑话乐团的沙朗牛肉，沙朗免费提供，服务态度也不错。现在你已经无心在上班了吧？提醒您，上班可以听，今天可是有加开的马克信箱哦，明天也有。哇哦，这么多加开，就表示当初录音的时候时间控管很糟糕啊，就表示有很多可以听的呢。I wrote this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I wrote this song, maybe I'm wrong, don't be caught up about you. Well,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e? Or maybe you think nothing at all, but maybeyou could just lie to me and we could be in love, you see. Oh, 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I wrote this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m the one who loves you. I wrote this song, this can't be wrong, I don't wanna smile without you. Well,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 but maybe you want nothing at all. And how I wish that you're meant to be forever and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Christmas. I wrote this for you. In every way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Girl, I'll do my best to show these words are true. And if you'd like to make a song and be a perfect harmony with me, oh, I'd find the greatest words to sing. So we could write our own romance. It's just a simple song, i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that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now. Oh, 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that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if you想快点让你知道，是我自己胆小，总觉得运气没那么好，好难熬。果然是个圈套，想逃来不及逃，全身感觉不太妙，想买进洞房尖叫，锁上内心的锁，关不了所有我想对你说，是我闯祸、哦、你听听就好，不需要你的拥抱，你听听就好，不需要你给我靠，假装过得很好，就算我们好像真的爱了，依然还是不负资格。你听听就好，不需要陪我哭闹，你听听就好，反正我也得不到。你和他在一起，你的傻话那些鬼话连篇不攻自破的话。
就好，不需要你给我靠，一个人也可以假装过得很好，就算我欢迎大家每天下午来听听这首歌，是来自李芷婷的你听听就好，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周末的精华重播在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咯。今天要讲的故事真的跟你听听就好有些关系，有时候呢就是旁人会有很多的闲言闲语，面对你的指责这样子排山倒海而来啊，有些时候听听就好，但你要自己知道你不是那么烂了。疗伤故事，疗伤四言会，街头故事。李白，26岁的阿妮是一个视觉设计师，她年轻美丽，才华洋溢，前途一片美好。直到有一天呢，在上班途中的阿妮，她突然晕倒在马路上。送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照了 X 光，然后医生看这个 X 光哦，就跟阿妮说：“欸、小姐，照 X 光，你脖子上面那个项链拿下来好不好？”医生，我没有戴项链呢。重复检查以后发现，原来阿妮脖子上的白影是一块肿瘤，它的名字叫做淋巴癌第三期。确诊当下的阿妮呢，顾不得能不能康复，赶快就问医生说：“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工作？我还能不能回去上班呢？”但是频繁的住院跟不舒适，就只能让他中断了职涯。在家养病的日子呢，他过得生不如死。原本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他，突然只剩下病人这个身份。他听到很多人说：“你就是吃点垃圾食物才会生病啦！你哦，好手好脚，你为什么做不爱做啊？你哦，你是不是装病啊？你病是不是装的啊？”这些闲言闲语让阿妮意识到，我们这社会其实很会检讨生病的人。有一次呢，他顶着光头上街去买早餐，回程的路上碰见了一辆卡车，卡车司机又把窗户降下，探出头大骂说：“死人妖！”哈，这个社会要求生病的人就该有生病的样子，但是就算了有生病的样子，还是会碰上很多不友善的对待啊。遇上没有同理心的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但是身边的人只会跟阿妮说：“哎，不要跟他们计较啦，不要想太多啦。”既然不能骂回去，那把这些愤怒、这些负能量写成饶舌歌，总可以吧？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的阿妮，写下一首一首的饶舌歌曲。这些歌中融入了他生病以来最真实的心声。他的歌声陪伴很多病友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慢慢的，他靠着 rap 找到了自我的价值。他是阿妮，矮友友嘻哈的创办人。
是 Lady Antebellum 这首 Need You Now， 3:53，现在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 Lady M， 你好贵哦。我是马克夫人，你是牙龈大屁屁公爵，我是玛丽。在这边呢，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当然，因为这个台湾的疫情的关系，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希望大家就待在家里面吧，保持社交距离，整理自己的家，整理好自己。真的哎，这首歌曲来自娄俊硕的《Feel》。So what do you say? 走，反正难入睡，别误会，不用入灰飞，因为我难的不对。It's not too late to see the sunset in paradise， 不是为了谁，就是为了爱。看着你的双眼背对着海，看你的双眼 I'm ready to die。 忧伤一望无际的海，我想一望自己的海，不用几秒抛出脑袋。Alright, 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让你开心点，拥抱海平面。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泡在海里面，拥抱海平面，感觉。Yourself a change. Yourself got you. Yourself a change. Yourself a Can feel it, been a minute。 放大了自己在这里找到秘密，放大了自己在渴望所向披靡，都想与你有的相遇，所以相遇氧气在你的锁骨形成气泡，换季的 BL 存下的记号，潜入 happy man 的这一秒，故事不需要设计稿。忧伤一望无际的海，我想一望自己的海，不用奇妙抱住脑袋。 Alright, 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让你开心点，拥抱海平面。 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泡在海里面，拥抱海平面，感觉 yourself a chance。Yourself感觉 Yourself a change Yourself a像座牢笼，让不动作被掏空，泪液的诱惑是锋利到封闭，扎着脖子的脑中喘不过气，闭着目睛透地。I want live like this， 如果你也同意 ，Live life 不是卖命，掌握在自己手里。I feel like this。